大家好，准确的把握给兰花浇水的时间，那么对于兰花呢，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如果在这几种情况下给兰花浇水的话呢，不死也半伤。那么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呢？就是在早上10点钟之后，下午4点钟之前，因为这段时间呢，这个兰花质量呢非常的高温，土壤里面的热量达到饱和，这个时候给兰花浇水，土壤中的空气热空气呢挤压急速的上升，使土壤的表面温度急速的增高，烫伤兰花假鳞茎这个位置，造成损伤，轻则的话呢让这个兰花新芽或者是这个老苗停止生长，严重的话呢可以造成这个兰花出现茎腐病或者根腐病，造成整个植株死亡。所以我们给兰花浇水一定要避开早上10点钟之后到下午4点钟之前。那么我们正确的浇水时间应该是10点钟之前，或者是晚上太阳下山之后给它浇水，因为这个时候呢温度较低，兰花的气孔呢也会慢慢张开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最大化的吸收一些水分，吸收一些养分，来给兰花提供营养。那么好了，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给兰花浇水的一些技巧，希望呢对大家有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